我好細個已經入嚟做了，公司兩週年我入嚟啊，而家58年幾啊，我喺公司係由最低嗰級做上去嘅，因為我入嚟係細路咁上下，而家管嘅裝修工程啊同其他嘢都係喺讀書嗰度讀翻嚟啊嘛。我哋公司搞好多活動啊，同好多國內嗰啲地區啊，即係嗰個合作搞嗰個推廣國貨，搞展覽啊，搞推銷啊。1962年尾嗰陣時咧，我哋搞咗一個食品展啊，食品展就介紹國內嘅食品。我哋以前都搞過喺大會堂搞過一個上海家私展覽，嗰陣時係60年代噶啦。嗰陣時香港一般好多好多嗰啲家庭都係用嗰啲係上海家私，而家冇得賣啊！而家全部都是中國式家私，中國嘅古舊家私，後生嘅唔識欣賞嗰啲嘢。1979年代國內開放，我哋香港埋單，國內提貨，我就負責押運嗰啲電視機啊嗰啲嘢去上面。咁我喺嗰個押運嗰個過程之中，同廣州友誼商店咧，就嗰啲經理啊同其他嘢就相當熟嘅。咁佢知道我係讀呢啲同做呢啲啊，就請我1980年啊請我幫佢設計廣州第一間超級市場。現在我哋而家食品最好生意、最多人信任嘅就係茶葉，跟住海味。而家就嚟自己上市嘅就臘味啦。我哋嘅臘味嚟講係都好出名嘅。嗰啲油鹽醬醋嗰啲我哋就唔夠為康百佳做噶啦。嗰啲佢哋真係嚇，我哋就主要我哋推銷我哋中國重點嘅食品。工藝瓷器。啊！家私就喺曬呢一層，工藝品部、瓷器部，我哋全層嘅嗰個係推銷中國文化、中國嘅嗰個工藝品。所以你話我哋呢個中國嘅嘢都佔好大嗰個比例啊！我喺公司工作咁耐，佢三代老闆對我都好信任，啊，好支持。我在70年代，他給時間我去香港大學讀嗰個校外建築裝修研究的課程，讀咗2年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都好多嘢都唔識。我哋做嘅同出邊其他嘅百貨公司係有分別，差唔多可以講唔係牙刷，我哋淨係我哋公司有賣嘅。